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吊我？哎呀！一定不愿意无分心胸的恶毒，都不觉的经济怎样？你不怕我？为什么要怕？是何苦无天助？你做什么？因为我贵，我偏偏不贵。我不贵，我怕你，我连怎样都不贵。你今天何无不妙？本怪不受武魂力量压迫，心里根本无感受到武魂强悍的力量。你的父亲来了，父亲，您这般恶毒，想了我威胁父亲，不可能。威胁你的父亲，我需要吗？那不是，为啥样不帮我走呢？喂，帮我走！我走。寒酸冰霜一滴滴，笑看红雷金啾啾，一点光哥扫天际，顶顶千古大江流。有都来，我连道干在天都放弃，两条路和您算，一条路放出都不行，行蛇；第二条路我救出都不行，西狼鬼片，无力啊！有时间陪你耍，哼！无心挑战，反将成功，啾啾一招惊天动。啊！独行独来。啊！是一回声音，你来救我了。独行啊！是要逼我替你吗？无人，一股压力降下，天都地下，扬起惊天巨浪。水龙阿为神鸟，根本是不可一世。兄弟阿弟，随着脚步逐渐逼近，为救出，救出一传天多，要如何救出都无心。放狼？哼，嗯，真久无人敢这样对我恭维了。我欣然接受你的赞誉，我和你直接讲，只要你能说服着我，我就问你所求。真自信。踏入天都地界土壤，你这是有自信的人。来，准备了，各用一刀。
就是九九挑天高凌云，这是战地传奇，轻出一定。等等，好。一攻，当林一攻，金盔击鼓，红魂挥手如虹，九九魂技，雄魂金击，终身突破，行。途经希望师官为你送念地藏西经，加速开启，就以正气下力，依照西经第四篇下毒的罪人，你动手亲点穿半毒怪酷刑，小一起度，千家万刀结束，九九修剑无凶，西城剑灵不用低脑，九九一点五星红雷，红会停钻。人体宿敌剑锋敌英罗雄天人根，超级合理，九九新手一刀中锋，你哪会中？随即困住靠风，你的时间不多了。武兄虎腿不容穿袖，快，尽快！这个不为舅舅，不为武兄，这就打桂红爽。人以最秀就是高手，金秀不攻，温秀为敌。金牛血，银将细胞，银力超魂，好。第六四篇第三章。独立真心的罪犯，你将失去相处，妖魔鬼怪，我操！即刻将进入。哦！时间至高最后关头。武器受伤失血，用武器性命断送，只因火烧天轮，只有一将专攻。兵人气流一尽，哦。你赢了，我已将毒无心放出。我赢了吗？哈！啊！你无心。以后
险险和你害死，我和你也好。我将一人奉出，就要收回万人性命。天下洪都，迎接都有大军压境吧。义父，你的伤势严重，必须赶紧医治。我也请你走了，先送你回天下洪都。不用急了，你的血流未止，咱走到天下洪都，你早就死了。你清楚，我马上去找大夫。祝好无力满身，心中担忧如焚。如水心血，流失的性命，都无心一波又一波，是绝对不能放弃的坚持。天伦至清，人才至俏，我们请心中恨，就是一生遗憾，不得小人失苦，但有人相守。也许是上苍所赐的唯一幸福。原来我也能再拥有。义父，义父，啊！义父，你醒了。幸好你无事，真正惊死我！我以为你死了。我听见有人哭真大声，就算死，也会比草青。是，你的伤拄才医治好，不能乱动。无关系，困一醒起来，感觉精神好多了。看你平安无事，我就安心。义父，多谢你。哪会突然间将我弄去？是咧使咱的意思吗？我看你又想摸我的头，所以先下手为强。哈哈哈哈哈！